引荐，小王引荐，猛将引荐。那你要放我们进去啊？我们是躲我们的，或抛弃已经夺的车子。如果要飞进来，你们来带啊！说你们一捧捧菜嘛，现在干的了，你们躲了，你们也不敢菜嘛，现在干的。我们也在说，反正你们也不敢菜了。你们个小弟，你们为什么要缅甸国赶快打仗？不打仗就是为了中国要人啊？ 也不是请不了百姓错啊！这些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把他放了，你们把他放了，你们不要靠他。再靠我们就弄，我们就上视频了。你们刚才在那里的床，你们不要靠他。把他放了。那你们靠他，搞不搞？你们不要靠他。别该就抓他吧。